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画画的大王老师。这期视频我给大家分享在石头上画一头黄牛，接下来我给大家详细讲解绘制的过程。石头选择方面，我用的是一个浅色的鹅卵石，铅笔打完形之后，我用少量的黑色丙烯颜料加清水调成淡墨状来进行描稿。整体画完干透之后，可以用水性清晰进行最后的封胶处理。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加关注。